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就是故意的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祖传的按摩手法不仅能够舒筋活络，还可以专治各种情绪不佳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，小顾总？嗯，喜欢。 力度还可以吧，小顾总？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就是故意的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 何主任，我是静静，顾荣现在不方便。静静啊，请代花给顾总，董事长最近身体刚好些，就不听医生的话，乱吃东西，请顾总有空回来劝劝吧。他的话，董事长也许能听。好，我会跟他说的。那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是何主任打电话过来，说爷爷的事情，我们找个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吧，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爷爷怎么了？没事。 就是听何主任说他又乱吃东西，不好好听医生的话。哎，这倔老头真不让人省心，明明知道自己心脏不好，还乱吃东西，非得好好说说他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跟他一块吃螺蛳粉啊？等等，怎么了？一会儿可千万别跟爷爷说公司的事儿。 他身体不能着急，我们得装作若无其事一点。好。嗯。嘿。放松一点，像我这样。嗯。嘿。嘿。嗯，再来一下。嘿。走吧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嘿。 Yeah.